爷，求您了，咱们低个头先回去，待会儿咱们杀个回马枪，给他来个斩立决，那才叫痛快。你们几个都饿了吧？行了行了啊，别在这置闷气了，赶紧过去吃饭，吃完饭呢帮我把那几匹布啊搬一下啊。爷，这饭咱吃吗？吃，为什么不吃？不吃白不吃。我就不信这个小姑娘能翻起什么大浪来，她再敢闹我给她点厉害瞧瞧。对对，爷，您就别真动手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爷，哎，我们来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爷，您轻点儿。哎呦，你们还不如他呢。你看你们这位爷干起活来呀，又干脆又利索，你们比他呀可差远了。哎呦。哎，快过来擦擦汗。不用。哎呦，小兄弟，来，过来过来。嗯，拿上这个回家去吧啊。你白送给我了？说什么傻话呢，你替我干了一天活，出力流汗的，这都是你应该得的。无功不受禄，这我不能拿。哎，你总不能成天穿着借来的衣服吧？看你是一表人才的，总该求点上进啊。你说你成天在街上晃悠有什么好的？这有功夫不说读点什么圣贤之书吧，也总该学点正经手艺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吃不了苦是不是？可那也得学呀，要不然以后你怎么养活你自己呀？不要跟人家富贵公子哥学那些浪荡样，借人家衣服学人家做派。其实啊，刚才我一看你干活，我就知道你呀、啊、也是个苦出身。这你都看出来了？那当然了。来，先坐会儿，喝杯茶啊。其实啊，你不用跟我不好意思，咱不攀贵，咱不贱，咱不比富，咱不贫，是不是？就算是生在富贵豪门，或者是生来便是什么金枝玉叶，也说不定这成天里呀就不自在不快活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要我说呀，这做人呐就要知足常乐啊，所以呀，拿上这两块布赶快回家去吧啊。哎，你说的话我句句都爱听，你怎么那么像我姐姐呀？那好啊，以后啊我就当你姐姐好吗？就这么定了，以后你就是我姐姐。我我就是你弟弟好不好？好啊。那我以后还能常来吗？你以后啊随时都可以来。姐姐，饭怎么还没熟啊？我都饿死了。哎，你就不能忍一忍啊？还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呢。这也难怪啊，今天停下来的时间确实晚了一点。还是慕容君哥哥替我说话，姐姐现在一点也不疼我。哎，你这小没良心的，我不疼你谁疼你啊？你要是疼我，为什么在客栈里帮着人家抢走我，害我吃这么多苦头？我们不是说好了这件事情永远都不要再提了吗？你说话不算数，反复无常。你呀，喂，他是个小孩又不懂事，又是你的骨肉兄弟，你不要跟他计较嘛。我没有跟他计较，我怎么会跟他计较呢？哎，我只是恨自己没用，这次出来本来是想救助他，带他远走高飞，没想到还差点把他害了。
我还说自己是行走江湖的，现在想来都可笑。没有啊，就说我，起码我从来没有笑过你啊。我知道。现在呢，我也死了这条心，不想再节外生枝了。我只想好好陪陪他，然后亲自把他送到京城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这两天抽了什么风，见面就难为我。哎呀，这一回啊，你姐姐真的伤了心了。你再有什么道理，也不应该这样的，知道吗？慕容镇哥哥，你看不出这是我故意的吗？反正我要跟姐姐分开的，对她越好，她越舍不得我，越会伤心难过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没事就跟她拌嘴吵架，她早晚会烦我的。乖，你自己想出来的？不是他教的。他一骑在京，亲自软浆，抖我高刚。嘿，您的菜齐了。你看，点这么多菜，今天有什么高兴的事吗？我今天啊有喜事。喜事？我今天认了一个干弟弟。有个小兄弟啊，借了别人的好衣服，带两个人冒充他的跟班跑到我铺子里了。我本来想，也许是冒充大爷想占点便宜，没想到他居然跟我说要写几个字换我几匹绸缎，结果我就把你们御林军搬出来了。啊，那然后呢？自然是把他给吓住了。后来呀，他忙里忙外的帮我干了一天的活，累得够呛。我看他人还挺老实的，所以就认他当我干弟弟了。嘿，你认他做干弟弟干嘛呀？你孤单啊？不是，你孤单，你把我们两个当成兄弟朋友不就完了吗？再说了，你还不是叫我们大哥呢吗？你们跟我不一样，你们是堂堂的御林军，走到外面威风八面的，哪还用得着我呀？我想这句话不是你的心里话。你真的想知道吗？那好，我告诉你，徐大哥，我不敢说自己是你们的朋友，因为我怕我这样说是在利用你们。你不是也说我这个人最喜欢利用别人吗？小郡主路上耽误这么长时间，还真是让人担心呢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们这么一大帮人，我倒是担心你。担心我什么？刚才啊，我都不敢认你了，这才多久没见面呢，你就保养的气色这么好。我担心啊，你在京城里待得太舒服，有一天呢，我爹叫你回去，你都不愿意回去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马连庆岂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？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嘛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引荐两位朋友。这位呢叫王阳明，王大人，以前做官的，现在流落江湖以后呢拜我为师，我收他做徒弟了。王大人跟我们宁王府真是有缘啊。是啊，有缘才能相见嘛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位呢，这位啊叫慕容真，是我的慕容大哥，他现在可是我爹面前的红人哦。慕容老弟失敬。慕容真是个粗人，请马先生多多指教。诸位请。走吧。慕容老弟，以前在王府没见过。好，我刚进王府的。刚进王府就被委以如此重任，真是后生可畏啊。怎么能比上马先生你呢？你替王爷坐镇一方，重权在握，这样潇洒自在。什么潇洒自在，我不过是王爷的一个管家。这个书院先生一定耗费了许多心血，真是卧虎藏龙，别有洞天呢。那倒谈不上，不过我这里的这些孩子们倒是十分争气。这十几年来呢，我这里一共出了一个状元，三个探花，还有一个进了御林军，当上了御林状元。哦，御林状元。虽然他是个御林军，但是他有状元之才，状元之名。如今他已经是于浩成督帅的第一红人。哦，哈，
那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会会他。行。徐浩，我查出来青莲的干弟弟是谁了。是皇上吗？啊？你知道啊？我猜的。那你干嘛不去查一查？查出来又有什么用啊？皇上的事情我们不应该过问，直说点，简直是不应该知道。那也不能让青莲姑娘蒙在鼓里啊。千万不能告诉她。为什么？青莲不是有冤要伸吗？她现在是皇上的御姐了，有什么冤屈伸不了？我担心的是，皇上既然不愿意表露自己的身份，更不愿意让别人说破身份，否则他会非常气愤的。这样的话不仅害了我们自己，还会害了青莲姑娘。那你说皇上是不是喜欢上青莲姑娘了？按理说不会呀，皇上连三宫六院都照顾不过来，青莲姑娘要是进了宫，那不是太委屈她了。我想皇上不缺女人，他缺的是这种手足之情啊。肯定是这个房间吗？就是这个，没错。好，弓箭准备。事不宜迟，我看马上动手吧。怎么有两个人影？另外一个是个孩子。孩子？对，那小孩是宁王世子。什么？宁王世子？这个王阳明真够狡猾的。把弓箭都放下，放下。伤着宁王世子的一根头发，我们都担待不起。王阳明别跑了，快追！快站住！快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趁其不备，狠狠地往他脚上这么一踩，疼得他哎呦，这样我才脱身呢。我以前见过的王先生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书生，现在居然能有如此的应变能力啊。哎呀，实不相瞒啊，我这点本事啊，完全是受了南昌小郡主的真传呢。按你说，小郡主企图劫走宁王之世子，只是为了不忍经受骨肉离散之痛。是啊，不过他心里也明白，凭着他那点江湖身手和经验，已经不能保证他弟弟的安全了。这一次世子能从安化老王爷的魔爪中平安脱险，有一个人功劳卓著啊。谁？此人叫慕容真，遇事临危不惧，举重若轻，颇有大将风度。哎呀，只可惜啊，此人好像对宁王愚忠无限，可惜啊，不能为我所用。此次宁王送子进京，
其实是我大明江山又一次历经不测之险呐、啊。以往人家大逆不道都是真刀真枪，我们御林军也有用武之地。可这一次，人家只送一个孩子过来。你们说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更可怕的是，当今圣上他也还是个孩子。我这次放弃原有安排，跟随宁王府人马，不必东厂追杀，冒险进京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我们必须化大祸于无形。那么有何计划呢？不是我不信任二位，只是御林军并非安全之地，难免隔墙有耳。王大人，那你希望怎么样？我这个计划必须当面跟皇上说，所以还请二位成全，让我以罪臣之身觐见皇上。此事有违朝廷体理，我于浩成不能插手啊。这些年来违背朝廷体理的事情还少吗？我只急于觐见皇上，绝不是为了高我的身价，也不是为了邀功请赏，我只想抓住最后这一次机会，为大明江山再尽一点心力。那你有什么救国良策吗？为什么不请我们代奏圣上？如果圣上采纳了，哼，我们这一把年纪的人了，难道还能埋没你的功劳不成吗？恕我直言，这话只有我能说得出口，说得好才有成效。两位都是国家股肱之臣，忠正无二，只是不懂得怎么跟皇上打交道啊。此话怎讲？如果你们真的知道跟皇上怎么打交道，那钱安这种小人也不至于得到皇上的信宠，皇上一见到你余都帅，也不至于噤若寒蝉，避之不及呀。爹是要跟我比试打坐吗？我是要看看你身上那口气散了没有。如何？还好，那口气没散，但是有些迷离。迷离？那个小莹郡主是怎么回事？她是宁王的女儿。我知道她是宁王的女儿。天儿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不能对他动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会使你气散神乱。一个卧底最怕的就是神乱，神乱则心乱，心乱则方寸乱，方寸乱则必然露出破绽。爹最担心的就是这点。你自己也要小心，关心则乱。你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将小莹平安顺利地送到宁王身边，不能有任何闪失，而后要进一步取得宁王的信任，密切注意宁王动向。天儿，你一定得做好长期卧底的准备啊。我现在已经是一柄出鞘的剑，剑鞘只有一处，就是宁王的信。你要保重啊，马先生。有时候我真不敢相信你只是会馆的老板，干起事来比我们御林军还利索。那还不是因为我朋友多吗？怎么样，跟徐鹤的公事办完了？是啊，我跟他相处的不错，他呢经常请我到他家喝酒。哎呀，这个徐鹤在京城可是不得了啊，又是御林状元，又是赌场菩萨。马先生，这步步莲还在您府上吗？啊，他好像和徐鹤在一起。这步步莲可能是怕我揭穿他吧。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门婚，你可不能缺这个德。
不管怎么说，徐鹤尊我为师长，你可别惹他心烦。马先生，还真是菩萨心肠啊。来，干。我不善饮酒，田大哥多喝一点，以后公务上的事情还请多多照应。好说好说，以后到南京来我做东，让你老兄见识见识咱秦淮粉黛的姿色啊。好，一定见识。来。青莲回来了。大哥，我今天铺子生意太好了，所以刚上铺吧，有客人啊。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义妹哈青莲，这位呢就是我南昌会馆的朋友田大哥。我们认识啊。没想到在这儿也能遇上你。莲姑娘，这才是他乡遇故知啊。徐兄弟，你还跟我打什么哑谜呀？义妹，嗨呀，你这明明是金屋藏娇，独占花魁呀。田大哥，你的酒有些过量。过量？我刚喝了个零头，我的酒量莲姑娘她知道的。上次在南昌会馆我就认出你来了，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又遇上你了，这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。来来来，莲姑娘，我去给你们添几个菜吧。不，你来陪我喝一杯啊。我看这菜不用再添了，你的酒的确是过量了。这就是你离开南昌会馆的原因。从前，我叫步步莲。我还是喜欢你现在的名字。参见皇上。罪臣王阳明拜见皇上。你就是王阳明吗？好好啊，你知道朕今天为什么叫你来吗？罪臣不知。其实朕早就听说过你啊，今天第一次见到你啊。不过朕知道在东厂钱公公那里一直在通缉你，可在御林军于都帅那里一直在力保你。哎，朕对东厂和御林军可是一样的器重啊。一个是朕的左眼，一个是朕的右眼，是不是啊各位？皇上圣明。朕就是为了你呀，两只眼睛瞅成斗鸡眼了。钱安说呢，你是个大奸臣。哎，别介意啊，在他眼里这世上就没几个好人。于都帅说呢，你是个大忠臣，是国之栋梁。你心里怎么想？圣上，于浩成有罪。你说他有罪，他有什么罪啊？欺君之罪。他怎么个欺君法呀？他说臣是忠臣，其实臣不是什么忠臣，而且今天在座的各位都不是忠臣，因为大明已经不需要忠臣了。大明为什么不需要忠臣了？国有明君何须忠臣？这是明君吗？陛下是古往今来的第一明君。王阳明，你这个人越来越有意思了啊。朕问你，朕很倦于朝政，三天难得上一次朝，
这难道是明君所为？圣人理天下讲究的是袖手而观，无为而治。三日一朝，正显得皇上是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，圣德如天，化育万物。那朕再问你，朕整天领着一帮小太监，皇宫之外市井之中，声色犬马，游手好闲，这难道也是明君所为？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；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红尘市井，难道不是陛下的疆土？赌徒酒鬼，难道不是陛下的臣民？陛下微服私访，正是圣明烛照，护佑万民。说得好。臣，臣在。你听听人家王阳明说的啊，你整天追着朕说朕是明君，明君呢，可是人家的话你能说出来一句吗？臣不能，臣愧不可言。王阳明，朕再考你一考，朕今儿就把你给放了，然后呢还不让东厂的卫士来烦扰于你，你准备如何报答圣恩呢？臣要给陛下找一件天下最好玩的事情。你敢夸这个海口？这件事情不仅好玩，而且是为了大明江山万世基业，您必须做的一件事情。说得这么玄乎，于都帅，你替朕猜一猜，他让朕做的是什么事情啊？臣于鲁猜不出来。张副帅呢？王大人别有一番忠臣肺腑，臣不能洞察，只是无上钦佩。既然脑子慢，朕干脆就不问他了。王阳明，你就别卖关子了吗？来，你究竟让朕办什么事儿？就直说了吧。陛下和历代的王侯天子相比，他们只不过是九五之尊，可是您呢，自己封自己为总兵，讨过贼；自己封自己为钦差，巡过边。好玩的事情，陛下是经历的比任何人都多呀。可是据臣所知，有一件事情您没有玩过，那就是好好的做一回老师，传授您的生平绝学呀。朕有什么生平绝学呀？别忘了，您是一位有道明君，为君之道就是您的生平绝学。为君之道啊，那朕传给谁啊？朕总不能召一帮小太监把为君之道传给他们吧？我听说南昌宁王已经送子进京，任陛下驱使历练。皇上，宁王送子立储是乃国家大事，王先生现在是朝廷弃臣，怎可妄议大事？有什么不能议的？朕就是喜欢听王阳明说话。王阳明，那你的意思是朕要把为君之道传给宁王之子？然却又不尽然。既然传授绝学，就不能只招收一个学生，万一他学得不好，岂不砸了皇上的金字招牌？以臣之见，可以招一批学生，然后察言观色，见微知弊，最后看谁有人君之相，再传授绝学。这里面要斗多少心机，行多少试探。陛下，您看这事儿好玩不好玩，有趣没有趣呀？不过朕上哪儿去找那么多学生呢？天下藩王难道就只有宁王一家？请陛下降旨，命各地藩王立即选择年幼世子进京，一体同住，一体求学，聆听圣诲，仰体天恩。至于立储之事，朕可从长计议。皇上，这不明明是节外生枝吗？你啰嗦什么呀？王阳明这话很合朕的意啊。王阳明，从明日起你也就不要在牢里享幸福了，乖乖进宫随朕伴驾。臣领旨谢恩。
而且，以后王阳明要是有什么闪失，你们东厂就乖乖的关门吧。徐大哥，你怎么现在来了？哦，我出来办事，正好路过这儿，顺便进来喝点水。青莲，这是我给你买的你喜欢吃的点心。谢谢大哥。你怎么了？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客气了？是不是因为当了别人的干姐姐以后，这心里就不一样了？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干弟弟还过来帮你的忙吗？是啊，他这个人呐，脑子特别好使。昨天我算错账了，还是他告诉我的。哼，你呀，这两天的确是有点神不守舍。早饭居然没有放盐，我又不好意思说你。只好白白的饿了一顿啊。是吗？那你现在饿不饿？你怎么了？我在跟你开玩笑，你居然都没有听出来。你忘了昨天我去报房值班，晚上根本就没回来。你昨天值班？是啊，每个月三次，每次我都要和秦征到报房去值班。你连这些都给忘了？是因为绸缎庄的生意太累人了，还是因为没有放弃你那件大事？那件事我自然是放不下，不过现在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不，那是你的一个心结，我这个做大哥的一定要帮你把它解开。青莲，我记得那时候你见到我说我是菩萨。哼，菩萨我不敢当，但这个大哥我做定了。青莲，我没有变，我依旧是你看到的那个徐鹤。大哥，哎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好啊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嗯，现在连我这个做师傅的也觉得脸上有光了。不过你弟弟不能立为储君，令尊会大失所望的。嗨，我爹啊，失望就失望吧，反正我觉得挺好的，起码弟弟不再是一枚棋子，我也可以在京城多住一段时间，常常去看他呀。有一件事郡主可能想错了。嗯？世子虽然不能送入东宫立为储君，可是也要送到国子监，这样也不能轻易相见呢。啊，是真的？慕容老弟啊。哦。你看今天皇上派人要来接小世子，你能不能把小郡主支开，免得看见了又是一场伤心。哈，还是马先生想得周到啊。本来小郡主今天想去逛庙会，我催她早些出发吧。拜托了。哈，没什么。烧饼夹肉，
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弟弟呢？是不是已经被他们接走了？这么说，这么说，刚才你是故意把我哄走，不能让我们见最后一面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呢？毕竟还有见面之日，何必哭哭啼啼呢？让小殿下到了那边还放心不下。可是他还在生我气呀。其实他从来没有生你的气，他故意跟你耍赖为难，为的只是以后离别之时让你多想一想他的不好，心头就不至于那么难过。谁说的？他一个小孩根本就不会想那么多。那都是你的老徒弟教给他的，所以郡主啊，千万不要辜负小殿下对你的一番心血。我刚才还急急忙忙的去买了这两个小糖人，就是要哄他开心的，现在晚了，都晚了。怎么样，手艺不错吧？你在御林军就学会了这个呀？哎，我学会的东西可多了。哎，这只不过是我学的最好的一门。赶明儿啊，把手艺练精了，就能把我们御林军密库的门给打开。御林军密库，你还是不要去了。上次已经让你挨了杖责。我不能再连累你了。要是我愿意呢？你愿意，我领情。可是，我不愿意。是不是因为徐鹤？不是他，是我。是我自己想开了。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，我答应过的事，我一定会办到的。姐，那御林军你都认识啊？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秦征，秦大哥，还有一个叫徐鹤。哦，那么多大哥你都认识啊？哎，姐，刚才那个大哥好像很喜欢你哦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你再胡说，我就把你关起来。好了，干活去吧。哎，打错了，皇上。什么？错了？应该逢五进三，皇上进的是四。王阳明，你好耳力呀！皇上的毅力更好啊，已经练了两个时辰了。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啊？朕是着急了吗？朕的御姐那绸缎庄天天都在开张，朕呢，这算盘珠都练成这样了，朕自己能不着急吗？古人云：“因材施教，因材施用。”这话是有几分道理的。皇上尽管是天纵奇才，学什么会什么，可毕竟精力有限，总不能一边打算盘，一边扯布量布，一边招来客人吧。
是啊，真是忙不过来嘛。哎呀，连当今的皇上您都这么说，可见古人不欺我也。嗯，说今天早上你的话有点多呀。古人啥意思？你明说吧。古人的意思是，用人要用对人，用好人。做千古明君是这样，做绸缎庄掌柜的也应该这样。该算账的算账，该扯布的扯布，该招揽客人的就招揽客人，分工明细嘛。是不是朝中有人托你带话了？嗯啊，臣只是就事论事，朝中的事臣一概不问，朝中的人臣也一概不理。嗯，好，那就好。那几个老大臣还在门口候着了吧？来人呢，传他们进来吧。臣先告退。你别走啊，你留在这儿，你在那边写你的字啊。你惹这么多人来劝朕，朕怎么就那么爱听你的呢？也许沉默已经成为习惯，从不向天地承诺，也不向山水许愿，可就在那样，那样一个瞬间，我为什么，我为什么还要怒发冲冠？这是一个宿命的时刻，我必须上路勇往直前。也许这条路将走向天涯，一路风尘会伴着我的尊严。成为永远，没有了以后的日子，也没有了你的缠绵，可生命就这样，别无选择，我必须在路上毅然决然。青山，天和天背后你声声呼唤，即使我和你远在天边，如果在路上我不能在你，你温柔会化作一片青山。